这个大了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。今天我就到我老表山上去看一看，他的荔枝什么时候可以卖。他前两天来找我，我那刚好今天有空，就过来看看。他在山上等着我这。老表。
老表都是大丰收了，老表。如果大家喜欢吃栗鸡的话，就到我老表家来。喜欢小妹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小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，关注巧妇小妹。